什么事儿？你谁啊？跟你说我是谁，你就知道了吗？现在是呼呼时间，你不知道会把别人吵醒吗？有没有人？你是谁呀？找我爸爸有事儿吗？小朋友，你说江正川是你爸爸呀？对，他去工作了，现在不在家。哦，不在家呀？那张果果在吗？我妈妈去买菜了。你妈妈？你是说张果果是你妈，江正川是你爸？怪不得，这是夫妻联手诈骗。叔叔，你中暑了吗？胡说什么呀？你说谁？还能有谁啊？你妈呀！哎呀，这当年的小婴儿都长这么大了，啊？嘿，你这个人怎么一下子又生气了？一下子又变成自言自语了，好奇怪呀！哎呀，大人说的你理解不了。反正你妈也没回来，我进屋等吧。哎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进别人屋啊？嘿，你也挺厉害。叔叔再问你一遍，喜不喜欢吃蛋糕？哼，这就对了，来拿着收下吧。谢谢律师爸爸。不许叫他爸爸，叫叔叔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要再乱送我们东西了。我喜欢送。再说了，这是我跟乐童之间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走吧，我们走。律师爸爸再见。叫叔叔。干嘛垂头丧气的？那你干嘛垂头丧气的呀？我，律师爸爸，你就不怕我给你丢脸吗？当然不。那明天我们幼儿园有个亲子活动，你能陪妈妈一起来吗？当然能。我好爱你呀！妈妈，你快看，律师爸爸来了。乐龙。小宝贝儿，来！我说我会来，就一定会来的，而且我还带着风筝来了，我自己做的，好看吗？来，乐童，拿着，去玩去吧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快来快来快来，爸爸抱抱，来来。哎呀，乐童真乖。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？乐童，你以后不许叫他爸爸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妈妈，这样爸爸会伤心的。那你就不怕妈妈伤心啊？怕，但是爸爸开心，妈妈就开心，因为爸爸可以让妈妈开心，所以妈妈就不会伤心。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这么清晰的逻辑你都听不懂啊？我倒是很赞同乐童的观点。还不都是你带坏女儿？这是女儿聪明，随了爸爸，知不知道？算哪门子爸？乐童的爸爸。乐童真乖。哎，爸爸问你啊，你说爸爸跟妈妈在一起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乐童有爸爸又有妈妈，就跟别的小朋友一样了。而且妈妈喜欢爸爸，爸爸也喜欢妈妈，那当然应该在一起啦。听见没有？哎，乐童，那要是有爸爸不喜欢的阿姨，不希望爸爸跟妈妈在一起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就不理他嘛，你是我爸爸，又不是他的。哎，看见没有，孩子都比你聪明，爸爸有你高。啊，不要！